After the complete outbreak of Japanese invasion in 1937, Chinese were brutal massacred by Japanese fascists. Japanese blocked China in very short time. China was on the brink of collaps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build a new international support line from Burma to Kunming. The newly set up road construction team were sent to the Deep Mountain area to fulfill the great mission, road construction.怕他就不来了。站！住！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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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要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今天是我们祭山神的日子，你最好不要打听。你要什么我给你，现在我想要什么就可以拿什么。看来我当年是不该漏了你这个小喽啰。老东西，你给我听着，现在终于是我说话的时候了。叶总，今天你追到地母寨，我一人在人，我热闹你。现在有罪的债，那好吧，那老子摘了你脑袋，继续审审。
哎，你干嘛呀？干嘛？干嘛？哎呀，小红马，小红马，这是我的马，这是我在路上买的，真的。你是谁啊？我来找雷公寨一头人的。哎，这是雷公寨吗？刀马贼，不像，哪有刀马贼把马牵回来的？我叫王俊荣，是政府派来修路的。这是任命书和公文。这是你的刀吧？山里走路，带上刀。那几个是县府通缉很久的山匪，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打个报告。就并不动，一会儿就写。你看吧，爸，你帮我把小红马给赎回来吧。不用说，不用说，我替那个盗马贼还给你。你这孩子，见面就跟人家要东西，谢谢了啊。你叫什么来着？我叫王俊荣，你叫我小王就行了。王振福，好。好，小王，这是政府给里头人的。哦，这是真的，是政府下的正式官文，是给您的。然后呢？叫咱们寨子和义母寨。帮助政府修路，前方在打仗，我们必须在大山里修一条路，将国外的抗战物资通通运进来。修路？修什么路？要钱呗。说是要从大山修过去，帮着打仗的前方运东西。往几千里以外的前线送东西，人呢？让我给送走了。送走了，八代呀、啊，咱们家自明成祖年间，从应天府辗转几千里来到了此地，跟政府一向是和和美美的。特别是你爹杨七代和你弟弟，为政府出力剿匪，丢了性命，我们这份家业。他可是来之不易呀、啊，八代。现在政府派人来，你可得慎重。慎重归慎重，可这修路得要人呐。咱们寨子里的劳力，都让九代带到了军队去了，这哪还有人呢？我打发他去了雷公寨。我想，只要雷公寨修，我们就跟着修。雷公寨修，我们就修。头人，这修路不能总让咱们雷公寨修，他们怎么不找地母寨的杨八代呢？对呀，对。王政府说了，他是先去了地母寨。杨八代说，只要咱们肯修路，他一定跟上。嗨，这杨八代什么事儿这么容易上来往外推吗？地母寨什么事儿都抢先，好事儿都让他们给弄了，那些出力不挣钱的事儿都推给咱们雷公寨了。头人，你也太能忍让了。就是嘛，俺们都来把个给我，俺个叫来当叫，忙忙忙忙忙。
当年八代他爹杨七代老爷子响应政府的号召，自组了敢死队，剿灭了咱们大山里的匪帮，自己还搭上了一条命。杨八代也受了重伤，经过多年调养之后才算捡回来一条命啊。虽然说有几个小土匪漏了网，但总的来说这些年基本上还是确保了我们的安定。所以按我说呢，有些小事该让咱们还是得让。咱们布朗人和阿瓦人是懂得知恩图报念人好，对吧？对对了，剿匪咱们雷公寨死了多少人呢？这不头人来腿都没了吗？就是哪次咱们也没落后啊。是啊，他九代带人充军，李虎不也带我儿子去了？对呀、啊啊，就是啊，我们家李虎去了。你话真多啊。你叫谁名字？谢谢你给我送回来的马。李头人您好，为了跟大家说清楚修路的必要性，我画了张地图，更加直接，一目了然。这个就是咱们国家的地图，我画的不太规范，但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咱们国家东边这些地方已经被日本人占领或者是封锁了，而从越南到昆明的铁路和印度到咱们国家的公路，还有一条西北线，通通都被日本人的飞机给炸毁了。为了避免日军将中国的国际通道堵死，必须在抗战的大后方修建另外一条公路。咱们国家打仗所需要的物资、枪炮弹药等等，通通都需要从国外运进来，所以我们必须另外建一条通往国外的运输线。现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从缅甸腊戍到昆明这条线。而咱们雷公山寨和地母寨恰恰就在这条线上，所以务必请大家齐心协力将这段路修通。哎，王政府，你等等，我问你一件事。我们寨子里那些年轻人是不是都到你刚刚说那东边去了？我来的时候听说我们部队在山东和江苏这里集结，可能是都去了那儿，那个地方叫台儿庄，还有些人去了太行山。王政府，日本人干什么要打我们啊？我们国家虽然穷，但是日本人想要我们的家，想要我们的山山水水，他们想让我们做他们的奴隶，那我们就打不过他们吗？一，这场战争还没有结束。二，咱们国家虽然大，但是就像一盘散沙，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所以日本人敢来欺负咱们。这次我们一定要齐心协力将路修通，将所有的物资运进来送到最前线去。只要我们这里和地母寨同时从山的两边进行开凿，穿过神林，炸开神山，这样我们就能连通其他寨子修通的路。建这条路不单单是要炸开神山，这条路的其他路段需要翻越全世界最为坚硬的六座大山，跨越五条大江。
这真的是连续不断的高山大河，悬崖峭壁，到处都是啊。你这条路一定要经过我们的神山吗？这是最近也是最容易开凿的了。头人啊，那山里头可有咱们祖祖辈辈供奉的山神，还有咱的祖坟神灵呢。什么也没有，就是些字儿。那你那是？哦，测量，就是为了找一条最容易开凿的路线。哦，修路。你多大了？今年25，我还是个学生，跟着学校迁到昆明来，被公路局选为临时筑路员。临时的？是的，因为日本人的入侵，几个学校没办法，只好组成了西南联大，前来大后方云南。后来政府为了修路，就在学校里面挑选了30个学生，培训后，我们就出来修路了。临时挑选的学生，你哪人呢？东北锦州人。东北，好远呐。是很远，不过都已经被日本人炸毁和占领，我的家人都死在了日本人的屠杀之下。祖坟缺了，不能，小声一点行不行？那怎么办？哎，他说了，在咱们修路是最近的，但不是唯一的，他可以绕道修吗？我也是这意思。谁家的祖坟愿意被掘？但是得王政府自己开口说绕路。带你去神灵吗？我就想去深山背后看看炸开的可能性，我一定得经过深山和神灵，这是最近的也是最好开凿的。那是我们女人和外人禁止去的，你一定要带我叫我识字啊。我哥要是识字的话就不会去当兵了。识字和当兵有什么关系？不知道，我爸说我哥是被人骗去当兵的。他还会有人骗他？不知道。同志们，同仁，李洛和王政府大清早就进了神灵，我去找邵老高。吃什么了？啥也没吃，就早上吃的辣，喝了两口水。哎呀，那是给灵物喝的。攻入神灵的宝。
啊！去雷公寨？是啊，我爸都在楼下收拾东西了。那我得去，我得去看看李璐那丫头片子。我也去，我去拜会王政府，我去看李璐。那八字还没一撇呢，我这次去探探口风，如果李达不反对，我带那个丫头来看你。我要去看看那小丫头长成什么样了。哎，哪有婆婆先去看媳妇儿的？嫂子，嫂子，嫂子，给我弄出去吧。老丫头说，王政府睡一觉就好了。嫂子，嫂子，阿月，阿月，你把我弄出去，把我弄出去！蒂姆寨刚才送信来，说杨八寨明天到咱们这儿来看他了。什么时候？啊，就刚才。我问你，杨八寨什么时候来？啊啊啊！明天一大早奔咱们这儿来，绕路走木桥，还得叫你显摆。遇上三竿到雷公寨，咱得摆谱。对，咱得摆谱。爸，刚刚李璐跟我讲，在神林里好像……打住！神林的事儿跟赵老高说。哦，李璐他说什么？一群群蟒蛇往外跑，像是要离开林子。李璐他还说什么？我害怕听到这些，就没再让他讲下去。陵墓一动，要出大事儿啊！头儿啊，这咱可得问清楚啊！那我怎么去啊？牛头拿来，我去把他背了。这儿，就把你妹妹背到赵老高家去。背我们家？李璐说这个陵墓一动啊，肯定跟修路有关系。你回家去摆个阵势，请个卦，问问神灵这路要不要修。你要老药头把王政府领到你们家去，一起看这卦，听神灵怎么说，是这个路非得经过咱们神灵，还是可以绕道。啊，懂了懂了懂了。哎呦，哎，走走走。怎么样啊？能经过神灵吗？神灵是怎么说的？我以杀鸡占卜，胳膊拧不过大腿，头人头上还有头，这路得修，不能反对。不过神灵还说了，若不在神灵里动手动脚，不在神仙上开路，神灵就不会怪罪我们。大蛇巨蟒异动是对你们的警告，如果再敢私闯神灵，斩罚。Thank you.
子来了，大家都要去站门口迎接，你快点啊！叫上王政府。知道了。地母寨的杨屠司要来了，肯定要谈修路的事情。你爸会听杨屠司的话吗？嗯，反正我爸不怕杨屠司，杨屠司也不怕我爸。头人头上果然有个头。都站起来，都站起来！哎，还有你，起来，起来，起来！啊！走。李大头人常年稳坐雷公寨，这可是保我们一生。祖师爷就别再挖苦，今儿一大早我就要老婆孩子把我抬到这寨子门口恭候大驾了。嘿，这是老天爷让咱们李大头人坐当礼数啊。祖师爷，王政府，哎呀，那天你去我刚好不在，回来听说你走了，我爸下人好好的训斥了一番。抱歉抱歉。爱玉，土司爷也见过了，你先回吧，把根儿也带走。这次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是来拜会王政府。不敢不敢，还得感谢土司爷和李头人对修路的支持呢。王政府，听说这次修路要路过神山和神林啊，这是我们测量的。王政府，你先坐，这事儿王政府还在酌量，还没定。修路这个事儿啊，我们地母寨全听雷公寨的。是，只要李头人一动手，我们地母寨义不容辞。是。土司爷，谢谢你拿来这些东西，我们女人就不打搅你们酒兴了。夫人请便。来，大家端起酒来，这头一碗我们敬天地。大家坐吧。这杨太阳这么大了，几岁了？乙末年吉月生人，和令千金同岁，年轻有为啊，大有土司爷的风范啊。头人要是喜欢，我就把太阳送给你做半个儿子。土司爷也知道我们雷公寨的人呢、啊，讲究的是年轻人的事儿，他们自己说了算。我们做父母顶多是提一个意见，不像你们地母寨，汉人的风俗。哎，那就尽快让乔花带着女儿，到地母寨，给土司爷回礼，也探望一下土司夫人，怎么样？好，倒酒。我经常跟大家说，当年李头人跟着太阳他爷爷剿匪，失去了双腿，这值得你们小辈敬仰啊！来，敬头人。敬头人。在下王俊荣借雷公寨的酒，先敬两位长辈，还望鼎力支持修路。我陪王政府干了这一碗。
来，这是大山里头的人对客人的敬意，喝吧。敬王政府，敬王政府。再敬王政府，再敬王政府，敬王政府，敬王政府。枪，他先死。什么条件？我要你手里那几条长枪和一百个大洋，那他就能够活着回去。好，叶壮，我希望你说到做到。把你的手松开刀把。你干什么？叶总绑走了杨太阳。什么？叶总绑走了我的儿子杨太阳。我好心好意的拜访你，来谈修路的事儿，叶总却绑走了我的儿子。不对呀、啊，你有20杆长枪，怎么能让他把儿子绑走了？你以为我那长枪队是吃干饭的？我要不看在他爹的面上，我早就把这个土匪给灭了。那你要我怎么做？去把我儿子救出来。这忙我帮不了，他恨死我，不听我的，我去了没用，有用没用你也得去。哼，你看吧。突然带来了，进了山谷了。我去。把你绑来的人带走，南巴代是来找我谈修路的事情，是公差。那又怎么样？这是你母亲留下的。想干的人，是，我不是交换，只是想让你知道，你并不是野种。
记得爹妈的人。爹妈。那死的时候你在哪里？你想过吗？一个等着妈妈回家的孩子，结果等到的却是被个陌生人莫名其妙送给了一伙老人，变成了野种。今天你求我了，你才告诉我你是我爹。当年我们剿匪的时候，你妈妈把我这个已经被砍掉两条腿的人拖回来，她自己却受了重伤，死在雷公寨的山门外。是李虎的妈妈帮她收的尸，把她葬在神山里头。也是他托人找到了你，把你送到傣族看山老人爱货的家里。后来我虽然活过来，但这些事情我是几年以后才知道。而今天我不想有人指着我的头说你儿子是这山里头最大的土匪。这儿子居然还有人知道我是谁啊！在我心里头，你从来就不是什么野种，更不是土匪。你是我李大的儿子，你叫李豹，是你母亲给你起的名字。我有腿的时候，有些荒唐事让你天天抹泪。后来腿没了，家里的大小事又让你吃了不少苦。你以前和那个女人的事儿，我更相信你在我父母坟前下的那个跪。你想说什么？我得救这个孩子。我看得很清楚，他们也就是二三十个人。李大和叶总有父子情，不毒不食子。叔公，我要去见县太爷。灭野种也要见县太爷？这条路要不要去？这个修路那是一等一的大事，现在有土匪挡我修路。这主意好，纵是父子也难为情。好了，别送了，都回去吧。马帮子一半天就到，报告，我不在的时候你做主。走吧。
哎，掉到地上的东西，我不要了。唱起来，唱起来，唱起来，唱起来！这都上等的好盐呐！一会儿你拿走五袋，剩五袋给毕母寨。哎，不能动啊，就这样。这来钱在路上啊！别过来！哎，他们都瞎扯，瞎扯！不会，不会，瞎扯！这来钱在路上啊！下场大雨呀、啊，隔着山那边吧。要不昨天就到了，是我们走到哪儿干嘛？아이들을잡아야돼머리가안맞아서打我！换糖的，马芳。
打我！哎，马帮这人怎么能打你呢？你别胡说八道！打我！打我！马帮里多了三个不认识的人，怎么回事？马帮里有三个人鬼鬼祟祟的，我问我马帮头，马帮都说是新来的脚夫，瞅着不对劲呢、啊，哪有脚夫又写又画，还认字儿？坏！快通知杨土司，把马帮给截住！你快去！就是坏呀！这后面有个字儿啊！你快看！神。谁写的字儿？是政府写的。政府。哥，你从哪儿摔下来的？深山。刚才那打扮不成人样了。你肉肉，王建子好像被绑走了，看好家。赵哥，こいつらを生かしていく理由がわかんねえ。なんでこいつら生かしていく必要があんだよ。俺にはわかんねえ。こいつらな、こいつらが生きてねえと山から降りれねえんだ。それと他の部族に使わすときにあいつらを盾にできる。みいつ俺たちが捕まったときに人質交換としてあいつらを出すんだ。俺たちは誰も殺さない。分かったか。納得いかねえな。一定的。我待会就像撞山哥那样把你撞下山。那你别管我，只要你爸能用我这条命来修路。不可能，加上我这条命，我爸一定会帮你撞山修路的。还是等头儿回来再说吧。咋样？他像我哥。能活吗？他像我哥李虎。咬牙，像你咋年轻时候？
我是问他能不能活。多给他捂上点，明天要是不发烧啊，就算回来了。都是日本人，给了马妈头几根金球就混进去。马妈已经被地魔仔扣住了，把你刀给我。阿姨，你连夜把这两死一伤的日本人押到县城去，交给县政府。记住了，这是你们回孟缅的最好机会了。走吧。去吧，把咱们扣着的马帮送回县里。知道了。和哑巴一块去。那县太爷他都说了些什么呀？合力民众，团结一心，一切以修路为主。有件事儿跟大家说一下，大伙种的粮食、茶叶，还有织的布，往年都是上两成税，对吧？对。今年要修路，改上四成。嚷什么呀？都坐下。修路要用钱，谁给啊？上回竹坝就是我垫的钱。以上三成，有一成伺候神灵。三成，谁家出两个兵呢？你免租。谁家出一个兵？就上一层。王政府，我来找你谈一谈修路的事。县里说了修路的事了。是啊，县太爷特意嘱咐了，这路必须得修。什么时候修听你的，但是我有一个条件，路不能经过我的神山和神灵。对呀，那路怎么能通过咱们的神山和神灵呢？是不是？是。同仁，不行啊！你不经过神山和神灵，那得多绕一大圈啊！那我管不了，就是不能动我的神山和神灵。那就修不了了，其他山根本炸不了，就连神山说不定也炸不掉呢。王政府，你有祖庙吗？有。有祖坟吗？都有，但是被日本人炸毁了。恨吗？恨。那就对了，我们不能杀了自己的神山和神灵，让将来我们的子孙恨我们。对呀、啊，咱们的子孙不能没有神山和神灵呐、啊。李头人，
这条路必须经过深山跟神林，这是最近和最直接的。如果你要绕路，那必须经过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江，你根本过不去啊。我还是那句话，只要不动我的神山和神灵，我们全力帮你修路。我也是那句话，这条路一定要经过神山和神灵。县太爷也没叫我们掘了祖坟砸了祖庙帮你修路啊。那我就叫他立论去啊，今天就是老天爷来了，你休想动我的神山和神灵。这条路一定要经过神山和神灵，除非我死了。都说雷公寨比五寨最难落，我还不信。别的路都开始修了，就差这路了，怎么办呢？我还不如当初上战场和日本人拼了这条性命。咱们这些人不被凌辱，不被奴役，我们的子弟兵在前线奋勇杀敌，浴血奋战。几场硬仗打下来，我们的63军、64军的英勇受到了嘉奖，但是打仗嘛，就会有伤亡，就会有人捐出自己的性命，用自己的性命捍卫国家的领土，捍卫自己的尊严。死者是为国捐躯，我们应以死者为光荣，以此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我说呢，我说叫李虎，我说呢，我说叫李虎。下面由军队代表独臂英雄张申念阵亡士兵通知书。两位，雷公寨的孩子几个殉国了？地母寨、雷公寨，这些孩子们真是有骨气，有骨气。无一生还，头人，这些孩子
都是因为咱们国家太穷，就被人欺呀、啊。叫到谁，谁上来，其他人请安静。李旺一，李在旺兄弟。老天，老天爷，你给我李红一个呀！我两个儿子，老公，别哭了，真的。少小少，那不是我儿子，你认错了，你给我重振一遍，你认错了。我丈夫叫李虎。带走了。我要儿子，我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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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子。
请节哀吧。你是看我们笑话了？我凭什么看你的笑话？我雷公寨74个孩子，没有一个活着回来。我地母寨166个孩子，都是从娘肚子里出来的。说吧，你来干什么？报仇。报仇？哼！现在你可以趁机带你的爷爷到我这来讨说吧。除了这个孩子，我现在应该还有个李虎。当年我捐了马替李虎充军，你却利用这个孩子不识字，让他去送这封信，但他当场被人扣走。这是我花钱买来的，假的吗？我家九寨去当兵，他把他的李虎留在家里头，我气不过呀。你儿子九寨能打，我儿子李虎够聪明，他们两个带咱们的子弟兵也没给咱们丢脸。你要怎么样？我还是那两个字，报仇。怎么报？修路，这条路必须得修，而且越早越好。我跟你，我怎么修你怎么修，你怎么修我怎么修。好，等你我把孩子都安葬好之后，咱们就动工。咱们的祖辈们世世代代守护着神山神灵，你知道咱们这一代从来就不敢怠慢。今天外来的侵略者打到家门口了，杀了咱们的娃娃们，如果因为咱们不能配合修建这条路而输掉了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到那个时候神山神灵就不再属于咱们的了。所以这片山林不是我一个人，不能我说了算，我得听听大伙儿的意思。有什么不能加的？别让亲人的孩子吃张大骂。凡是高过这把刀的人，无论男女老少，全都参加修路，咱们绝不能输了这场战争。
孩子们，我把回家的路都给遮盖起来了，你们别再回来了，都到祖先安息的地方去吧。知道这是谁吗？啊，这是你哥，李虎。嗯，跟爸妈说，我不在了，就把我放在这个盒里。你们都有父母来送你们，我也来送你们。听到了没有？看到你天天哭啊！这把刀是李虎取安月的那天给我送上的。我和李虎的妈都希望你把安月救出来。其实李虎早就知道，在这个大山里。他还有个弟弟叫李豹，这么多年他一直让着护着，天上的亲人愿意看到我们都能好好活着，这也是我们唯一能做的对得起他们的事情。是虎走的时候留在我这里，让我想他的时候看看。孩子，你爸想让你回到你小时候的寨子，你是你爸从那捡回来的，这也是我的心愿。路被修到梦面，就是爱霍老人一直看守的那座大山，也是你成长的地方。你应该回去那儿，带领你们聚集的群众，把这件事情做好。要在这个大山里面重建自己的寨子和修路，都不是简单的事情。也不用怕，天上有你的亲人在。嫂子。一路，这个家就交给你了。爸妈，我走了。走吧。
苦啊。是啊，嗯，想你哥了。嗯，还记得李虎最喜欢你吹的那个调吗？嗯，吹吧，他听得见。嗯嗯嗯，小草衣了。头人，这位是詹姆斯，他是一位美国记者，然后常年待在中国，拍摄中国抗战事实。这里又不打仗，他到这儿来干嘛？He asking why you here. Sir, There are many people today in this world, they don't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are strong enough to repair this road in such a short amount of time. I believe that with this camera, I can show the world this process, which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of this war right now. 他的意思是，修这条路跟抗战是一样重要的。因为没有这条路的话，这场战争也是赢不了。日本人说，我们不可能修得好这条路，所以他特地来这边把这段修路的过程拍摄下来。他信吗？Did you believe? 来吧，让我们最后一次祭奠世世代代护佑神山的祖灵。Chinese are determined to defeat Japanese to safeguard their dignity. They're determined to build the road from Kunming to Burma to have the new international support line to guarantee the supply of war necessities. They used their two hands to build this important lifeline through the high mountains and deep river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worked very hard. They contributed their blood, sweat, even the life.To create the miracle, the Burma Road. 1 mile of road, 1 life. People in Western Yunnan
sacrificed greatl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oad. This is the spirit of China. Started its construction in December 1937. Chinese people used 8 months to build the road and finished on the August 31st, 1938. After the construction, the road was put into use. Thousands of trucks delivered war necessities continuously to the front through this road. This road supported the Chinese fighting against Japanese greatly. As China attracted most of Japanese power and defeated Japanese fascists finally, helps the Allies win the Second World War. Burma Road, of nearly 1,000 kilometers, is a miracle in world road construction. It is a lifeline for the survival of Chinese people. It is called as the Second Great Wall. One, two, three. All right, great. Wong,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stay here? Well, good luck to you, my friend. I'll send you this photo as soon as I get back to Kunming.自由的飞翔。